뭔지 알냐? 即係比較頭位我啦。真係㗎，佢話
佢冬菇噴就噴到嚟，噴到落。我覺得阿七個口人同佢講緊咧，嗱嗱，冇咁大力啊，佢會死噶，好容易嘅咋，捽死佢噶啦咁樣咧。阿七好似念念有詞咁講緊。好難下咋，呢啲比賽咧，好少有 KO 嘅，好大力，通常都投降。我都會打。因為又圓滑，好少。唔係或者學阿張家輝打到死為止。職業比賽嘛，職業比賽有 KO。
睇緊比賽，你攞你阻咗我拍嘢啊，大哥！A 啊，縮鎖人哋。啱先個評判話邊個？話關阿倫咯。打十三分鐘嘅喎，肥肥一陣打，肥肥同阿邦打，咁我要做定。好撚重啊！認真，認真好撚重。咁阿邦嗰啲咧？我哋知肥肥啲拳好重，重拳手嚟。不如如果麥肥上台應該沒得輸那些認質因為你根本不會被人打底 你是手短一點你頂一拳應該當然不是啦你撲過去應該會害怕55即是多少他不是要頂又快一都可以可能爆冷喎。28、29、29对28、29对28、2对1，赢少少咋，赢几分咋？赢底嘛，瓜龙就好受。嗱，赢你一分咁大把啦。佢话啊，赢你一分算啦。阿伦计好晒数喎。我仲要睇藍色衫嗰個。佢個樣仲要好衰喎，佢含住牙膠，好似含住碌嘢咁樣。